说好像博士论坛好了。我想我站在高雄地区的一个立场，特别要跟总统报告几件事。我这两天大概清算了一下，我们这一次早收清单跟我们高雄地区直接有影响的，大概只有267项。那在这267项当中，我们最近跟我们几个产业界不断的在交换意见，他们希望在第二次的早收清单当中可以再把它加进去。例如我们远洋渔业，他们就提到 Polo 还有其他的项下，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请我们各部会再来帮忙看怎么样来处理，这是第一个我要跟总统报告的。那在这个产值上面，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可以增加我们高雄县市地区有53亿的这样子一个产值。所以我想第二阶段的再签署，对我们高雄地区，我们希望第二项能够再加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跟总统报告的是，我们这一次，我想我在立法院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那最近媒体都报道说什么是我们跟采访靠拢什么等等，那其实我们这个部分是没有的。我们希望总统能够就这个部分能够清楚的相信我们自己签的这个部分，我们相信未来在我们高雄地区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也跟总统报告，第一次李登辉总统签400多项的时候，我并没有经过我们立法院同意。第二次民进党签的时候900多项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签署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没有开放劳工，没有开放农产品进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我们所有劳工跟渔业界是最好的帮助。那第三件，我们就要要求声我们的陈局市长要表态。我想6月的时候，陈局是到台北去抗争，反对那个法，但是到7月6号的时候，他到永安说：“哎，我们签这个那个法是不错的，可以对我们农民有哎渔民有帮助。”但是他又讲了一段话，他说：“哎，他希望我们签的那个法当中，未来是真的实质有去对台湾有帮助。”可是我在这里要呼吁陈局，我希望陈局市长说清楚讲明白。虽然他到永安去对阮亚优对白了哈，我做感谢他可以对阮亚优对白，可是接下来的部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民进党的中常委，同时民进党在这段时间在阮立法院开会时阵是提砖仔头，甲阮吴益生委员弄甲老血老汤。我伫遮要呼吁，因为马上这案就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就是第二阶段的我们的临时会马上要开，所以我伫遮呼吁当局市长，你是不是应该呼吁伫中央民进党的中常会，要求民进党走入来咱制度内，做伙来监督咱的政府？我相信阮伫立法院一定做到几件代志。第一件，一定把咱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顾了真好势，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我一定做到真真正正为着咱整个中华民国，甚至尤其是咱高雄县市的部分，真正顾着咱的产业，让咱的产业会当往上提升。我想这是较比较较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所以我真简单甲总统报告，希望总统会当上这个部分。尤其是第二阶段的部分，咱去继续来努力。我相信在座有侪侪咱的乡亲时代，拢相当期待这个工作。我真简单做这三点的报告，感谢。谢谢黄委员。那我们的阳山产业界、农业界跟劳工界朋友来现身说法，跟大家谈一谈 ECFA 对业界的效益。